刚才我在要和高经理签合约的时候，他为什么指证你？什么意思？这个什么意思我还真不好意思说。说吧，什么意思？那个高超要我转达，他说下班以后约你半年，在这个房间里面签约。他想干什么？他当我什么人？哪有不偷腥的猫啊？男人都是这样，都想趁着机会搞定。他说合约没有问题，就看你自己最后的决定。你去告诉他，我不吃这一套。安浅，待会儿想去哪儿？动物园。可是我们出来这么久了，姑父带你回学校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，姑父，我好想去动物园玩。行，带你去。不过你回去的时候跟你妈妈怎么说？我就说，姑父带我去看医生了，没带我去玩。后边那句不要了。好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把车钥匙给我。给。这是你这个月的薪水，明天不用来了。为什么？我做错什么事儿了吗？你没错，是公司对不起你，人力缩减。可是我……就这样吧。少爷，我照你的吩咐开出厂房来。做得不错。谢谢。不用扫了，把车拉回去。你被开除了，听见没有？把东西放下，我这儿不需要你了。领班，我知道我迟到了一会儿，可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。明天我不会再迟到了，请你不要开除我。哎呀，明天来你也没用。我实话告诉你，你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做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听见没有？把车拉回去。你要我说多少遍呢？快一点啊！
就228元，这点钱能撑多久呢？哎，筹划。领班，你找我回去工作吗？随时都可以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是来跟你要钱的。要钱？对啊，你这些天在清洁队吃的盒饭难道不花钱呢？那我的工资呢？工资？你的工资光因为迟到就都扣光了，哪来的工资啊？那盒饭多少钱吗？230块。我只有228元，还差2块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拿来吧，算便宜你了。哎，怎么，你还想白吃白喝啊？跟我斗，早就叫你离开这里，看你能撑多久。我真是搞不懂了，这些男人脑袋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不知道是不是做生意的，真是。就算你在这骂高经理也没有用，他也听不见。与其让自己生闷气，还不如向高层反映呢。宋氏是大企业，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哎，不然让丽娜跟宋瑶说一声，行吗？当然不行啊。为什么？你不记得少君说过，那个宋瑶不是什么好人吗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跟他说有什么用啊？他是这种人吗？肯定是。哎，算了，我们不要再烦这件事情了。想那么多也没有用，大不了这笔生意不做了，没关系。樊玉，说起来也是我不好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？为什么说对不起啊？要不是我身体不好，不能去帮爸的忙，你也不用受这个委屈。不委屈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做什么都值了。嘿，哎呀，这么开心啊，连门都不敲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吃了好多好多的冰淇淋。嗯，哎，你不是发烧了吗？啊，樊玉，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发烧了？是啊，丽娜告诉我的，他在学校里发高烧，得去医院看看。我怕你出门会犯病，所以就叫少君去学校接他了，让少君带他去医院看病的。这样啊。嗯。哎，你发烧了，姑父怎么还带你吃冰激凌呢？姑父他怎么？姑父怎么了？姑父带我去看医生了，我打了一支针就退烧了，我都没有哭，大夫都夸我勇敢呢。所以你就敲诈了姑父，让他请你吃冰激凌。嗯，亚康，你觉得他这次发烧是不是上次中毒引发的？不会吧，看着还好啊。如果你不放心，下次我们复诊再去问一下医生好吗？嗯，好不好？嗯，乖。小勇啊，你回来呀，妈在家等着你呢。小勇，小勇，小勇，你回来了吗？小勇，是你回来了吗？啊，你回来了，是你啊。妈，是我。啊，小画回来了。坐在门口干嘛？去沙发上坐吧。来。小画呀，妈肚子饿了。那行，我去给你做饭啊。哎，小花啊，你等一等，你记着啊，烧个红烧蹄膀，这是小勇最爱吃的，他要是回来没吃到，他会不高兴的。
行，我知道了。还有啊，晚上记着开灯，让这个家里啊亮亮堂堂的啊，小勇就能看到家了。妈，灯都开着呢。哦，我去做饭了。哎。只够吃一顿的，明天该怎么办？我就算了，可是绝不能让爸妈爱我。来，吃饭吧。花呀，你的饭呢？哦，我今天中午吃的太饱，现在不饿，你们先吃吧。啊，哎，小花呀，怎么没做红烧蹄膀啊？啊，妈，今天回来的太晚，也没来得及买，明天买，明天做。老伴儿啊，吃那么多油腻的干嘛？这么大岁数了啊，越清淡才越健康啊。哎呦，不是我要吃，我是给咱们小勇准备的。小勇又没回来，你给他准备什么呀？没回来也得准备。我就是要小勇一回来就能吃到红烧蹄膀，要让他知道咱们家人呢，时时刻刻都在等着他。哎，你这何苦啊？我不苦，我小勇一个人在外边，那才叫苦呢。好了吗？明天我就去菜场买，买来之后咱们就做。哎，小花呀，你再准备一双碗筷，免得小勇回来，他还以为我们把他给忘了啊！好，快去，去啊！吃饭吧，张嘴。啊，来。啊。
是小勇吗？小勇，妈，小勇，妈，您慢点，我来开就行了。房东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通知你们，这个房子我不租了，你们赶紧把行李收拾一下，赶紧搬出去。为什么要搬走？我们又不是没有交租，凭什么赶我们走啊？这房子已经卖给别人了。别人？这房子不是你租给我们的吗？这房子我已经卖给别人了，对方要求我尽早交屋啊，你们也体谅体谅我吧。那总得给我们点时间吧，再说我们的租期还没到呢。差这十天半个月吗？你搬家要多久时间呀？不能搬，我们才不搬呢。妈，您干什么呀？绝对不搬。我们要是搬了，小勇回来找不到我们可怎么办呀？哎，老伴儿啊，这个房东既然把房子卖给别人了，咱们就别为难他了啊。谁为难谁呀？啊，我们要是搬了，小勇回来了，他要是找不到家，他一定会着急的，我们不能搬。哎，这老太婆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妈，您也别太激动了。小花，小花，你叫他给我滚，让他离开这个地方，让他出去。这是我的房子，你叫谁滚啊？不搬，不搬是吧？不搬我就断水断电。你休想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！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！老伴，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，我不会让小勇回来找不到家的。你出去！我的小勇，他还在路上呢。小勇，妈在家等着你呢。妈给你留着门了，妈不会让你这样到家的。妈等着你，不会回来了。妈给了这一点，小勇不会回来了。你放屁！谁说我的小勇他不会回来了？啊，我的小勇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妈在家等着你，等着你。老伴儿啊，你打小话干什么呀？她是你的女儿，老伴儿，接受事实吧。小勇没了，你舍不得他，难道我就舍得他了吗？他是我唯一的儿子呀，小勇是我们成家唯一的香火呀。可日子还得过下去呀。再说，咱们还有小花这个女儿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小花想想呢，老伴儿？小勇，你不能丢下妈不管。妈，不能丢下妈呀，不能丢下我。妈，我不会丢下你的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小花，妈对不起你，打疼你了吧？啊，小花，我不疼。小花呀，妈对不起你。对不起你啊，我的孩子。妈，对不起，不要说了。程惊天哪，你到底做了什么孽呀？让这一家人跟着你受这样的折磨呀。老伴儿啊，这到底是招谁惹谁了呀？我问你啊，你昨天卖了几瓶啊？哎呀，我都卖了十瓶了。我才倒霉呢，一瓶都没推销出去。是吗？杨姐，就是啊，你怎么推销的呀？哎呦，这不是我们最洁身自爱的小画吗？唉，不能碰，不能骂，还挑客人伺候的程大牌。杨姐，我程姐，别这么叫小妹我，我担不起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杨姐，对不起，上次是我不好。废话少说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想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回来工作，我
保证按照您说的去做，刚刚说的那些事情不会再发生了，真的。你疯了？你当我这是什么地方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？我不是开难民收容所救济院的，你这种自命清高的剩女我收不起，拜托你赶快给我滚，别妨碍我工作。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真的很需要挣钱。你缺钱关姑奶奶我什么事儿啊？你不走是不是？我砸你。高子，下次再让我看见你，我就要张嘴来收拾你。我说小咪，你吃什么炸鸡呀？你以为你很瘦吗？屁股都倒掉膝盖窝了，还吃这种油炸食物？再给我看见，你就不用来了，还不赶快上班去！走。吃点不一样的东西，快看，炸鸡块。哟，你喜欢吗？炸鸡呀、啊？你怎么会有炸鸡块啊？今天单位同事请客，我自己又吃不完，就打包带回来了。我去给您热热啊。好好。小花呀，这屋里的灯开了没有啊？哦，我忘了。没亮啊。糟了。怎么？一定是房东把我们的电给停了，我去厨房看看。小花呀，是不是这水也给断了啊？一点情面都不讲，你说这人怎么就这么冷漠呢？我看房东是铁了心了，如果我们不搬，不行，我们不能搬。可是小勇他不，不行，我就是死我也不搬。哎呀，老伴儿啊，你就行了吧？小花这里里外外的够操心的了，你说咱们怎么就不能替小花好好的想想呢？那你说？谁来替小勇想一想啊？哎，你看这屋子里又没水没电，你这日子怎么过呀？反正我这眼睛也看不见。妈，您别着急，我一会儿再想想办法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去找一下新的房主，让他把房子继续租给我们。小花呀，这个办法好。这个办法好，你是妈的宝贝女儿，妈没有白疼你，妈真的没白疼你啊。哎呀，想不到那房子都那么旧了，还能卖出这么好的价钱。哎
真要多谢安小姐啊。你不用谢我，谢我老公吧。要不是他眼光独到，这笔交易谈不成的。那当然，两位都是我的贵人啊。方东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打算怎么处置这原来的房客呢？我希望尽快把房子能够交给我们。这你可以放心，我已经叫人啊，把屋子的水电都给他断了，两天之内一定赶走那家人，到时绝对干干净净的将屋子交给二位。两位慢走啊，要不要我帮忙叫出租车呀？啊，我们是开车来的，房东先生，你先回去忙吧。啊，好好好，有什么问题再找我联络啊，我随叫随到的。好。这个人的嘴脸真是够贱的，都快把我们当成他爹娘了。老婆，谢谢你，这次要不是你出钱买下这套房子，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姓程的女人还要折磨我多久呢。看你每天为了小程提心吊胆的，连上班都没有心情，我能不心疼吗？老公能帮你除掉这个大麻烦，花再多钱我也愿意。老婆，你对我真好。少君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真是笑话，我们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啊？少先生，你们还在啊？少先生，我有事先走一步了，就不陪你们了。原来是你们搞的鬼，你为什么非要把我们逼成这样？你每天把少君搞得疑神疑鬼的，这个理由还不够吗？这么做也太绝了。绝？如果你不搬走的话，我们还有更绝。你就那么痛恨我爸爸？他已经被你害成那样了。少君，他都说什么？这个女人经常胡言乱语，肯定又是想栽赃陷害我。大小姐，我劝你一定要提防这个男人，他绝对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别叫我大小姐，我们已经没有瓜葛。姓程的，你少挑拨离间。你要再不搬走的话，到时候不只是程家，连你那个朋友林贝贝的美发店我也一并买下来。最后你的朋友林贝贝没地方住，没生意做，那也是因为你。反正我有的是钱，谁要是让我看不顺眼，我就让他在我面前消失。大小姐，我拜托你不要找我朋友的麻烦，我答应你们搬走，但得给我两天的时间。做梦！少君，咱走吧。我求求你了，安小姐，只要两天就行了。我的路你也敢挡啊？你真是的，你让开！起来！哎，琳达，你怎么样？大小姐，滚开！玉成，你准备好事，我告诉你。丽娜肚子里孩子要有三长两短，我告你谋杀！你说什么？我刚才没有推她，而且我也不知道她怀孕了。这下不是正好？老婆，怎么样？如果我流产了，不但能把罪名安在小程身上，怎么样？怀孕的事也就解套了。哎呀，我肚子疼！哎呀，孩子会不会有事啊？你这个女人真恶毒，先是抢我老公，现在又伤我孩子。哎呀！疼死我了！琳达，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走，慢点。走，不能给其他医生看着，否则我怀孕的事就穿帮了。哎呀，少君，不要这些医生看，我要王医生。王医生。就是我的主治大夫王医生啊，我只信任他。好，护士叫一下王医生，我老婆的主治大夫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，疼死我！哎呀，我要王医生！啊，快点，疼死我了！丽娜小姐，您放心，王医生在赶来的路上。快点，我撑不住了，叫他快点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王医生，你可来了！快点，我要流产了！哎呀，你们都出去吧，我马上给病人做紧急检查，不需要助手吗？我一个人可以处理，出去吧，出去吧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王医生，
可算来了，你要再不来我就演不下去了。我这不来了吗？少君，娜娜情况怎么样？严不严重啊？还在里面，情况还不知道。不知道就进去看嘛！哎，妈，妈，冷静点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哎，医生，我女儿她怎么样了？安小姐没事，但是胎儿没办法保住，对不起啊。大伟。安先生，大伟，你没事吧？大伟，怎么样？啊，不要紧。医生，我们能去看看我们的女儿吗？她刚做完手术，还没有醒，而且我担心她情绪会激动，所以你们最好先别进去。好。小军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要好好照顾娜娜。结果现在，我女儿成了这个样子，我的孙子也没了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，我打死你！哎，好了，大伟，有话好说嘛，有话好说，先别动手打人，你血压高啊。爸，是我没保护好娜娜，但是事情来得太突然了。如果不是小程出现的话，丽娜她也不会。又是你，爸，你血压高，身体不好，现在丽娜也没事了，你就和妈先回去吧，这我来照看。好吧，少君，这一切就拜托你了，你要好好照顾娜娜，再也不能出事了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爸，我知道。请你们原谅我，别跟我来这一套。你是什么人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上次你下毒害安琪，这一次你又害娜娜的小孩流产了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狠毒啊？夫人不是这样的，是小姐她自己不小心摔的。是娜娜的错，是我们安家的错。为什么我们安家每次碰到你，不是出意外就是出状况啊？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让我看见你，别再找我们安家的麻烦，别来害我们好不好？我从没想过要害人，也没有想过针对任何人，只是因为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，所以我单纯的想跟你们说一声抱歉。不用说，好了，不用再跟他说了，我们法庭上见吧。既然你敢害我们安家的人，我就要你的后半生在监狱里度过。我等着坐牢吧你。我们走。夺走了我的孩子，这个仇我要你加倍奉还，我要让你尝尝我这种痛苦的滋味，我要让你的痛苦比我多一百倍一千倍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小花呀，怎么回事儿啊？这屋里怎么叮叮咚咚的老有响声啊？我们就是整理一下东西。哎，小花，今天你去找新的房主谈了，搬家的事怎么样啊？啊？老伴儿啊，
这个搬家的事儿啊，那是搬定了。小花呀，房主他怎么说？你到底有没有找这个新房主谈呢？啊，新房主就是少君。他买下这个房子就是要赶我们走，你说我们能不搬吗？什么？是少君？他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呢？他怎么这么恶毒呢？少君呐，他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畜生的牙口咬住了就不会放。哎，他就是想把咱们逼到死路上去。反正啊，我不搬。妈，你没听懂吗？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是少君的了。我不管他是谁的，反正我就要守在这个屋子里，我要等我的小勇回来。老伴儿啊，当少君他明摆着冲咱们来的吗？你说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那不是自讨苦吃吗？啊，再说了，他们家的事儿现在都落在了小花的身上，咱们老两口不能替他分担些什么，那就不要再给他添麻烦了。反正啊，要搬你们搬，我一定要等小勇回来，我才会搬的，我才会走的。妈，妈，妈，小花呀，你真的要搬是不是啊？你弟弟在外面是死是活不知道的，你说你心里到底是关不关心你弟弟呀？我当然关心小勇了。小花，你看着妈，妈眼睛是瞎了，看不见了，可是妈这心里还惦记着小勇啊。你告诉妈，没有少君以后，你说说你这心里还装着些什么呀？我心里当然还装着你们了。我告诉你，要搬你们搬，你妈我是不会搬的。你们要我不管不顾的丢下小勇一走了之，妈妈搬不到，妈妈搬不到啊。妈，妈，说的话你不要心里去啊。你看你弟弟走了以后，你妈这个魂儿啊就跟丢了似的，说出来的话都不经过大脑，她不管什么都说，你别当真啊。爸，妈怎么说我都不介意，我就是担心少君他不放过我们。不放过咱们程家从来就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儿，你怕他什么呀？可是这次我是真的得罪他了，我还得罪了整个安家。怎么回事？我害死了少君的孩子。怎么可能呢？少君他哪有孩子呀？我今天不是出去找新房主吗？我就碰到了丽娜和少君，为了这件事情我就跟他们起了争执，起冲突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丽娜就摔了一跤，然后孩子就流掉了。那这也不能怪你啊，这无凭无据的。可他们现在认定那个孩子是我害的，如果只是我的话我其实无所谓，我就是怕少君把仇全都报在你们身上。你们说这我到底怎么办？小花你别慌，他们呀，不管他们怎么诬陷你，那法律还是要讲证据的。丽娜的孩子确实是我害死的，真的要我承担什么责任我不怕，我只是怕这件事情会连累到你们。况且妈现在就是不愿意走，我还不知道少君会怎么对付我们呢。我呀，别着急啊，搬家的事呢爸支持你，你妈那头呢我回头找她做做工作啊。哎，好了，你就别再多想了啊。可是我真的害了一条小生命，都怪我。不怪你，这不是你的事儿。记得一会儿要听医生的话啊。嗯。
帆远，你先带安琪去检查，我去看一下丽娜的情况，待会儿就去找你。那我和安琪一块去。好。喂，王医生，真是麻烦你了。没事，别客气，这是给你的啊。谢谢啊。哎呀，两次都让你帮忙处理这种麻烦事，真是不好意思了。安小姐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哎，不过我真有点好奇啊。 你为什么要假装怀孕，然后又要我告诉大家说你流产呢？这两次真是多亏你帮忙了。我要是告诉你实情，你可要帮我保守秘密啊！哎呀，你放心，我替你办事，当然会替你保守秘密了。那天门外不是还有一个女人吗？就是那个哭哭啼啼的那个。她想勾引我老公。啊？她还想勾引你老公？就凭她那副德行？哎呀，所以我假装流产嘛。 这样啊，就能把害死胎儿的过错推到他身上，让他呀后悔一辈子。